久不见，最近还好吗？有点累哦，可以感受得到。工作会很忙吧？我很理解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一切呢都会很快的过去。这段时间呢虽然累，但是总有个头，总会过去。真的吗？一定会过去的。还是很累啊，我明白。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头部按摩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我希望这样觉得呢？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现在我先轻轻的按揉你的我们先从左边开始，都在忙什么呢？有个项目是吗？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。那让我们到右边来，听外面车还在响，还有更加起早贪黑的人也在忙碌。不过呢，我也不希望你会那么忙。
那让我们轻轻地按摩一下脑部的穴位，最近眼睛也有点累吗？看来你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对吗？因为今天是周末呀，听起来就让人很开心。那有什么计划吗？除了今晚的超长睡眠之外，听起来不错嘛。如果实在累的话，我想你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，这样我一直都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总觉得不会太累。你觉得呢？原来你是个社交动物。不过也不错。按摩一下你的脖子，长期坐着的话也有脖子的酸痛吧。所以你感觉好些了吗？一点点吗？有效果就好。待会儿可以美美的洗个澡，然后就可以睡一个感觉舒服一些了。那我来做一些类似头部按摩的步骤。先刮一刮你的头皮，像这样，先从后面开始。
轻地抓挠。感觉怎么样呢？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感觉舒服一些了吗？我希望我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明天，如果你有任何工作的话，当然，我希望作为一个过周末的人，你没有任何的额外工作。如果有的话，希望这个头部按摩能够让你的效率变得更快一些，变得更高一些。
感觉舒服就好。这是你的后脑勺，感觉还好吗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希望刚才的头部按摩让你感觉舒服一些。那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入睡，洗个热水澡，美美的睡上。希望周末的你能够好好休息。那我们下周见了。如果只看下去